想见你，张村。我们不太适合。现在确实不太适合，毕竟也没个名分。所以我想问你个问题，我能追你吗？段嘉许，我真的跟你在一起了。嘉许哥，你能不能别谈恋爱？小朋友，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？你自己不能谈恋爱，还不让别人谈恋爱？同志，嘉许，他是段嘉许他女朋友了，他终于开窍了。真不开心。看看我像不像你说的那个中央空调？我感觉他也有一点喜欢我吧。很喜欢，不能轻大理。你不觉得疼啊？是的，但我喜欢被你蹂躏。你谈个恋爱是真的恶心，我也受不了，真的。哎，他以前没对象的时候还能忍忍，现在有对象了，像个男孔雀一样，天天发骚。已经亲过了，你得一辈子对我负责。诡计多端的老男人。